雅，欢迎来到伊雅的乱入系列的第八集。那前面其实六七集我都讲错集数了，因为我忘记第五集在早就已经被我传到电脑，所以我一直以为我没有录第五集。那这张地图是上次就是湖畔的小屋的那个房主又开了，好像又开了一张新的地图吧。然后没关系，反正就到别人伺服器就是要有一种新鲜的感觉。那这是在一个沙漠，就这次的地形是沙漠跟白桦树林的交界口，而且后面还有一个矿洞，还蛮不错的这个开始。那我们先切换回原视角吧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先来采集树木，这是一个新开始了，又是一个新开始，仿佛就像是在玩什么任务解脱的，解脱，就是在玩什么解任游戏的感觉。哦，好黑暗的这里。大家房主看到我会不会又吓到啊？因为我上次进入的时候，后来我就跟他讲说，其实我上次有录音，因为刚好就遇到了一个就是录实况的人，就是 YouTube 的，然后他也是手机版的嘛，然后就跟他说一下，我上次有那个，然后有录。哦，有一点煤炭就是都挖起来。哦，瞬间晚上了。哦，我有点紧张，我们先赶快把该要的东西先弄好，然后又变到早上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赶快再去收集我们的木头资源，木头资源真的很缺乏。可因为这里都是桦木林，有点尴尬。我还记得上一集啊，就是应该算是第七集了吧？哇，那边有一栋房子喽，就是应该是第七集，那时候我真的很认真想要帮他盖房子，就你们看到上一集的时候，就没想到他就应该是就是可能有事，所以临时把它关掉了吧。这房主好像很喜欢这种他的那个雕像，你去看一下他的那个房子长怎样。哦，好多人哦，房主在那里。哦，我有点尴尬。我们去找一些东西好了。欸，对面是小岛，对面就是一个小岛，后面不是小岛，只是地图还没显示出来。这里是一个大大的那个，我们迅速看哪里可以有一个着落的感觉。有不远处有一棵桦木，不错不错，只是我希望我可以赶快结束，赶快回去，不然他们大家又说卡卡的话就尴尬了。好，我下来了，马上遇到岔路有点尴尬。再来就是就往下的部分。欸，有铁了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哦，又有一个铁，我们大家就来先回收矿物。好，先来回收矿物。好，我刚才就收集到了13组铁矿，然后我们先做一下合成台，然后烧一下那个好了。然后还获得两个木，就是树苗还不错啦。我觉得这房主的那个地图都还蛮棒的，上这是峡谷，这是在海边的，就是还蛮多矿洞的，而且沙子就在旁边了，还蛮好取的玻璃。好了，这边就这个洞就这样子，它就只有这样子而已。啊，这样也 OK。现在想说是不是有？我刚才看到那个羊，我以为是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是有人来到我这里，然后想要干嘛，把我吓到。然后把所有桦木全部分解成这个好，
就把它分解出来，然后呢，在想我要先要干嘛？我们先等那个有铁了，我们就多做几只那个好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木头跟石头资源其实现在都是不足的。错的，好，然后就这样子。有时候其实我会这样子种，就是把这两个打掉，然后让它变成这样子的感觉。那我们先再去多采一点石头。哦，忽然挖一挖，然后挖到另外一条洞穴，不错不错，就是要来多探一。我按到铁质压力板了，不。没关系，我们就继续。好，我们干下去收获了13个铁矿，然后身上有几个石头啊？两组又19个，有点少。没关系，我们先伐木，因为我们的项目真的不太多。项目只有16个，根本不够，受不了了，我去这里伐一下好了。这里竟然有出泥，我在我的地图还没看到出泥，没想到他这里竟然让我觉得找到了一些我之前没有找到的东西。看一下这里还有什么裸露的岩、煤炭，然后一个小高峰。等一下决定把房子。看一下，他把房子盖在哪里呢？在思考。好了，盖在这里好了。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树苗。那今天影片就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按个喜欢。想要持续追踪我的动态的话，可以帮按个订阅。那记得打开订阅旁边的小铃铛哦，在我发布影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第一个收到消息了。那我是阿西亚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